医生，我的病怎么样？不是很好。人活着到底该为谁？今天我有所醒悟，以前活着仅为自己，全是为名誉为地位，祷告神好话说尽，心事全凭记忆，心神只为前途命运，丝毫没有真理实际，心神活在宗教仪式里，过后一切都是虚空，丝毫没有活出人样，不配承受神的爱。我心已经苏醒，才知环抱神的爱，恨我以往没有良心，被你神伤透身心，从未体贴神的心意，从未理睬神的话语，人没有良心，没有理智，怎配成为人？经历神审判，我才看见我被撒旦败坏太深，世界邪恶充满诱惑，心神就要选择真理。神啊，你这样爱我，最大限度拯救我，为我付出的这一切，我怎能忘记？我要体贴神的心意，立下心志追求真理，为神花费献上全人，献上全人环抱神的爱，献上全人环抱。